一句翠花胜酸菜，告诉大家看似平淡无奇的酸菜却润泽了一代代东北人的肠胃。在东北，酸菜最常见的做法是这样的，将酸菜切丝码在锅底且腻，垫上烀出来的白肉增香，再放一圈血肠，架上火，冒着热气的东北大菜就这样来了，足以让一个东北老爷们干掉好几碗白饭。我不客气了啊！嗯，我也来一个，妈妈的味道，对，妈妈的味道，而且很浓郁，酸味也足。哇，太好！白肉有了酸菜的助阵，平衡了霸道的荤腥，这锅酸菜白肉血肠自有一番酣畅淋漓。